罗峰参见大王。哎呀，哎，罗峰，你来了就好，你来了就好了。王叔，你这么急找我来，有什么要紧事吗？罗峰，有人要杀我。谁敢这么大逆不道？ 赵胜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太监。嘘，你小声点，这里全都是他的眼线，如果被他发现的话，我们就全都没命了。他真的有那么大能耐吗？真的，罗峰，你看，我们是从小长大的骨肉至亲，你虽然叫我王叔，可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兄弟啊，我能信任你吗？ 当然，好，好，那你能帮我吗？大王，你的意思，我想在他杀了我之前，我杀掉他，行不行？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来了，哎呀，赵胜来杀我了，没有，赵胜来杀我了，赵胜来杀我了，没事，大王，你听，大王。 是有人掉水里了，没有人来杀你。罗峰，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，只需成功不需失败。诺。参见大王。 杀我了！来杀我了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没事的啊，没事的。